开心了，包括我那天陪着大家到高雄市参加全运会，那我想看到那种精神抖擞，而且出场啊就不一样哈，我就知道大家一定能够拿到好成绩的哈。今天果真呐不负众望，真的拿到好成绩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止教练还有选手呢，大家都能够齐聚一堂，共同啊，第一个互相鼓励，第二个互相恭贺哈，恭贺这一次啊能够拿到12金16银20铜哈。那我想除了我们全中运得到好成绩之外，包括我们的原住民也得到好成绩哈，1金1银4铜哈，那还有我们这个小学的田径啊田径赛也拿到1金1银1铜哈，所以呢再显示啊我们对于体育的一个重视。那我们体育界，我们所有的哈，不止我们的教练、领队、选手都非常努力的付出。那平常呢，大家呢哈非常辛苦，留下的很多的汗水哦，那心力啊、时间呢啊，可以说是啊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心力哦，来平常不断不断的练习哦，让自己在球场上，在各个竞技场合上都能够表现非常杰出优秀，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大家。那当然我想有好的一个环境啊，好的这个体育场，那各种设施啊，我相信我们处长也非常用心了哈，只要是我们在培育人才的同时啊，各个竞技的这个场合或是环境或是我们这些无论是工具啊哈，我想工具也很重要哈，那我们呢一再一再都希望给大家最好的哈，给大家设备最齐全，甚至环境能够是最优质的环境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呢，我们都可以提供出来，我们的好好的来努力。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教练辛苦的带动哈，那我们选手也辛苦的哈不断不断的练习的哈。那当然呢，我们感谢所有学校的校长跟老师呢还有很多的家长成为我们的后盾。那今天呢，才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哈。云林商场，赞！Thank you.